大家晚上好。静坐之前就请大家诵念赞扬三宝。阿拉汉萨玛萨布陀阿帕卡瓦，一起念。不当怕考完当阿皮瓦提米萨瓦卡多怕考瓦达塔摩塔曼那玛萨米苏巴提班诺帕卡瓦多萨瓦卡桑库桑康那玛咪，安那玛央菩提萨巴卡瓦多波巴帕卡那玛嘎朗嘎罗玛塞嘿，那摩达萨巴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菩提萨。那摩达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菩提萨。那摩达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菩提萨。接着就请大家一起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眼皮慢慢的垂，感觉就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一样，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眼皮，轻松地闭上眼睛，然后就采取自己感觉最轻松、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单盘也好，散盘也好，或者坐在沙发椅子上也可以，我们坐下去的时候，感觉全身的血液循环顺畅，感觉这样做可以做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保持内心的清爽，没有担忧，现在是和平的时间，是给自己心灵礼物的时间，就是让心能体会到
内在的安详，然后我们就观察一下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观察一下，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来调整调整，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眉头放松。眉间的肌肉也跟着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跟着放轻松。我们的颈部、两侧肩膀，我们就观察一下，是不是在无意中提高肩膀？如果有的话，就把它放轻松。手臂、手腕、手掌，直到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所谓的刚刚好，就是没有太直。直到我们感到紧绷、不舒服，也没有太松，让到我们容易昏沉，要调得刚刚好，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的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我们可以深呼吸三下，试试看又深又长的吸气，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吐气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我们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通通都排出来了。只剩下细细腻腻的感觉而已。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再慢慢的吐气。
感觉整个身体都是轻飘飘的，舒舒服服的，就好像自己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事物。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坐着休息，因为现在是我们正在休息。所以就不要管外面的人事物。现在是身心放松的时间。身体的部分，我们就调整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感到身体的血液循环顺畅，让我们的心休息的地方就是让心宁静定下来，我们先把所有的念头暂时放下，也就好比我们用手拿着一个重重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手感到酸酸麻麻，我们应该把那个重重的东西放下来，手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一整天心跑到外面去，去执着外面的人事物，让心感到起起伏伏。现在我们就把那些念头先放下来。只要我们放下，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轻松，心感到轻飘飘的，舒舒服服的。感觉好像宁静的，慢慢的渗透到我们整个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身体放松，所有的念头都放下，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轻松舒服点上。这个
轻松舒服点。有的人感觉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也就是在腹部的中央那里，感觉轻松舒服，就把心安放在那一点上。哪一位感觉把心安放在身体的某个部分比较轻松舒服，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一点上，甚至于有的人想把心安放在身体外面的某个地方也可以，轻松舒服的基础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勉强的感觉，那就是轻松舒服的基础了。先把心安放在轻松舒服点上。当我们的心安放在轻松舒服点上的时候，就如同羽毛从空中慢慢地飘下来，轻轻地碰触到水面上，就是那么轻，那么柔。感觉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在这一点上，有心灵的快乐出现，然后我们也发现，当心能宁静的恰到好处时，静中里面还有更静的，静中之静，静中之静，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现在就抛开一切，放下所有，静定无他。现在无论是好或者不好的念头，我们通通都放下来，让身心能够真正的休息，静中之静，静中之静。哪位可以维持轻松舒服感，我们就让这个感觉持续下去。
有的人还想意念到所缘，也是一个可以轻松专注的一个画面，就是意念到我们熟悉的画面。佛像也好，太阳也好，月亮都可以，一个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有可以专注的地方。有的人还想默念圣号。默念萨玛阿拉汉，萨玛阿拉汉，也可以，就在心里轻松舒服的默念萨玛阿拉汉。萨玛阿拉汉，萨玛阿拉汉，就看自己的状况，维持心的宁静，要意念所缘也可以。甚至于要默念圣号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感觉轻松舒服。什么时候轻松舒服？感觉。减少也不要紧，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再一次归零，可以重新调整身心，轻松的感觉慢慢回来了。再继续宁静，我们来练习一下。
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ลัป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ฆังบันธามิสัพพะโสสัพ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好，大家晚上好。这个第二次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今天大家静坐的怎么样？好吗？啊，OK。当龙屁出家第一年的时候呢，是1998年出家，那个时候呢，就想出家是短期出家3个月，到今天呢，24年了，跟大家一起分享功德，洒脱。开始短期出家的时候呢，在法身寺。每个人都要跟着龙婆一起静坐嘛。那个静坐的时候呢，泰国天气很热，有的人呢静坐的很快就进步了，有的人是就慢慢的进步。今天呢，龙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的龙婆有教导我们呢，如果大家呢，那个这短期出家呢，静坐了，没有那么进步了，怎么做？有三少最多，大家有听过吗？3个少，第一是吃饭吃的较少，不要吃的那么多。第二是讲话讲的太少，不要讲的那么多。第三呢，睡觉。睡少一点，不要少睡的那么多，还有一多什么多呢？静坐要比较多。第一呢，为什么你静坐的时候，进步没有那么快呢？是你吃的时候吃太多了，吃太多了发生什么事？要睡觉，肚皮紧的时候呢？眼皮就怎么就要闭上了，ภาษาไทยก็บอกว่าหนังท้องตึงหนังตาก็หย่อนชื่อแต่นั้นตัวเสียง睡觉。然后龙婆有改一下呢，以前是三少最多一多，龙婆有改是吃的刚刚好。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刚刚好。刚刚好是什么呢？是我们感觉到四五口要饱了，先停，然后喝水，一杯水就刚刚好了。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呢，我们静坐的时候就精神很好。没有很容易想睡觉吃的。第二呢是讲话，谁爱讲话？有讲话太多的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学习静坐的学生呢，讲话太多就很容易有杂念太多了，所以讲话的比较少。要讲的比较重要的是，不要重要，没有这不重要的不要讲。第三呢，什么？睡觉。睡觉的时候要刚刚好的，多也不行，少也不行，
是不是？董必坚讲的泰文呢？泰文，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นอนสี่เศรษฐีนอนหกยาจกนอนแปดคนไม่มีจะกินเนี่ยนอนทั้งวันอาจจะฝันอีเสีย佛陀呢睡觉四个小时啊，一天呢四个小时。有钱的人呢，大富翁呢，睡觉呢六个小时。没有钱的人呢，穷人呢，睡觉呢八个小时。没有工作的人呢，睡觉什么？整天都是睡觉。大家呢，一天睡几个小时的觉？睡几个小时的觉，刚好是六个小时够了。那个当龙批短期出去的时候呢，睡觉的十点，晚上十点到三点半就起床了，差不多五个半小时，就够了。够吗？觉得不够，为什么呢？早上呢，念经静坐就快要睡觉了，睡不够，大家就改一下。然后第四呢，静坐要多一点，为什么呢？我们呢每天有24个小时，是不是？工作是几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睡觉几个小时，有的人是八个小时、六个小时，还有几个小时是静坐呢？有洗澡，有打扮呢，还有吃饭呢，这时间已经快没有了，没有做好事了，做善事了。每天大家要看看自己一下，每天我们有时间做好事呢多少？谁有一个小时静坐的时间，举举手。洒脱，两个小时呢？还有三个小时有吗？洒脱也有，超过三个小时呢？没有了还有有时间多做比较好，是因为静坐呢，如果我们要进入佛法，要多多做。好像我们以前呢，点火的时候怎么用？那个时候呢，没有打火机，我们要用什么两块木啊？有两块木，然后把它抬过洗，就挂着个坏呀。要用两块木呢，拉拉去去呢，要用很长时间。速度到100度才可以有火有拿来用。静坐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坐然后停，速度没有到100度的时候呢，不能证入佛法。要做每天，龙婆呢要教导我们呢，每天都要静坐，不能停啊，坐的每天，或者时时刻刻都在放心呢，静在轻松的地方，哪里轻松就放在哪里，不只是身体中央第七处，而是第七点。现在我们找也找不到那个第七处、第七点，放在哪里轻松舒服，就先放在哪里。每天做的不停，才可以进步的，静坐进步的很快，然后有机会看到
法身是在身体里面，法身佛在身体里面。好，今天龙碧要跟大家分享经验到这里，大家一起诵念赞扬三宝，ตั้งใจบูชาพระรัตนตรัยกันนะอระหัง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โธภะคะวาพุทธังภะคะวันตังอภิวาเทมิพุทโธเมนาโธ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ป็นที่พึ่งของเราสวาคาโตภะคะวาตาธัมโมธัมมังนะมัสสามิธัมโมเมนาโถ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ป็นที่พึ่งของเราสุปฏิปันโน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สาวกสังโฆสังฆังนะมามิสังโฆเมนาโถพระสงฆ์เป็นที่พึ่งของเรา